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同志一凡人》，我是浩然。2011年7月23日，第二届北京骄傲节在北京银泰中心的 Room 酒吧拉开帷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同志一凡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今天骄傲北京活动的主办方，Grants。嗨，Grants，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i everyone，你好，大家。今天的活动就是开幕式，尽快开幕式，然后就是让大家过来，不管是straight 还是 gay，什么颜色都可以，都来，就来 happy，然后庆祝一下，当自己，骄傲自己。I feel great for the Beijing Pride. I'm feeling happy, I'm excited. I wanted to have fun, it's a celebration. I wanted to celebrate equality and people's freedom, and then we're here to have fun, and then, you know.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fun tonight with Grace and the Beijing Pride.骄傲北京，骄傲做自己。我们是来自武汉 Rainbow LGBT 工作组。北京骄傲节从去年开始，今年是第二届。本届骄傲节为期一星期，从7月23日至7月30日。7月26日和7月27日晚上的7点半至9点半，将在阿尔法酒吧举行影片放映活动。7月30日周六的闭幕式活动将由两个部分组成。下午场从5点开始，将在工体东门对面的红街举行。午夜场10点开始，将在北京三里屯南街的屯吧举行。门票50元，所有门票收入将捐赠于北京同志中心。骄傲北京，骄傲做自己。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骄傲节的活动，请继续关注《同志一凡人》。